Thank you.
你们随便一套魔术，好了，小青，你这个小兄弟看，有事有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们怎么样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那你们。
真的。兄弟们，他们不会打人，不要紧，他们的东西多着呢，书包里能塞吗？来，从那边走。先生们，今天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盛会，真是万分万分的荣幸。现在由我的小女 Mary 来表演一个歌曲，这歌曲的名字叫 Father I Love You。 小少爷没有，吴小姐正叫我找他呢，赶快找，下边就是小少爷的节目了。是，少爷，混蛋！你们管的是些什么事情？
Thank you.